我都快演不下去了，终于演完了。几个不同方向吧。如果要咱们说纯玩的话，可能会选择一些入门的超跑，然后呢，如果是要各方面都兼顾的话，可能会选择一那种四门的那种，然后带一点动力属性的车。不太可能。你给我200万吗？我是阿斯顿马丁 DBX Street 6的车主。其实这台车呀，我觉得它还挺好看的，但它不张扬。我开在路上呢，回头率也挺高的，尤其是它的这个尾部，它的这个灯啊特别的好看，而且呢很多人都会问这是什么牌子的车呀。它整个这个车是一个 SUV 嘛，它的线条啊特别的优雅，整体的造型感觉就跟一个天鹅一样，就非常符合我想要买车的这种需求吧。然后另外就是我看他们家的那个所有的车呀，其实前脸都长得差不多。哎，这个你应该知道吧，你们干这行的应该熟哈，可能是他们的一个挺有标志的象征吧，算是家族化象征。但我这个车它有专属的标识的呀，车上有这个 Street 6的这个标识，这也是一个新出的版本哈。这个颜色我也挺喜欢的，女生嘛觉得还是来点亮色好一些。其实我最喜欢我这个车是有两点，一个是你刚下去看车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我这个车是没有后雨刷的，看着好看很多。那另外就是它这个尾灯，哎，这个线条，哎，从后面看过去真的是太喜欢了。第二个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这个车门，一个它是无框车门嘛，这个女生还是比较喜欢的。还有就是这台车它的车门有一个，哎，好像向上扬的这么一个角度，这个展开之后也非常像那个天鹅的翅膀，这也是我买这台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。但就是说这个车门吧，确实是有点重啊，而且它没有电吸门什么的，这个女性朋友来说可能还是有点不太方便。还有我想跟你聊聊，就我这车吧真挺舒服的，你不光是看着呀摸着呀都觉得哎呀倍儿有质感。你看它这个材质用的可都是真皮，而且前面还有这种翻毛皮是吧，就摸起来绒绒的这种材质，还有碳纤维。而且我那个座椅坐的也挺舒服的，就你感觉好像哎呀它整个能把你抱住包裹住的那个，你看你们这沙发就不行，它空的呀，那你坐时间长了不觉得累吗？都有加热通风，而且后排它还有独立的空调，可以自己去这样调，还挺方便。哎，说到这个空调出风口啊，这个车它有8个8字形的空调出风口。哎，你可能不在意这个啊，但是我们做生意的就特别在意这个，图个吉利嘛。啊，那您说了它这么多优点，有没有觉得它平时不太方便？不太满意有吗？哎呀，要非说有的话，我觉得可能是那个门把手吧，那个样子是非常独特非常特别的，但一开始用着还真不太方便，我都不敢留长指甲，但其实习惯了也就好了。还有它那个屏幕啊，车机现在基本上都是触屏的了，但是我那个车它还不是触屏的，得用中间那个触控板去控制。不过它还好有这个有线的 CarPlay 啊，其实一根线就能解决了，也能满足我平常导航啊放歌呀这样的需求。那您开着它的感觉有没有什么能和我们分享？这个就你让我去用这个语言形容我也形容不好。哎，这样吧，咱们下去感受感受，你不就全知道了吗？来吧，这就是我那车，这颜色是不是还挺亮的感觉？你看啊，今天还下雨，它这个车门是包在外面的，所以你上车的时候也不会蹭到腿，就还挺好的。有的时候蹭脏了裤子还得回去洗，你上车呀，没事儿，不怕弄脏，反正下雨了我明天就要洗了。我平常自己这样开的话，我基本上就用这个 GT 模式，就是普通模式。你看这个 Sport 加模式，其实我就当时刚提车的时候试了一次，就后来再也没用过，也用不到。今天拍节目带你再体验一下，抓紧了啊！你看是不是？快的时候也挺快的，而且这个声我觉得挺好听的。它除了这两个之外，它还有一个那个 T 开头的那个模式。好，他们给我介绍过，说是越野啊，然后出去玩的时候用的会比较多。
但我也没出去过，我也没用过，还是平常城市里面开会比较多一点。真的，您当时为什么没选择4.0那版本？嗨，一方面是预算上肯定是还不太够嘛，然后可能想在这个价位里面选。那另外就是我觉得，其实我平常也不是那种特玩车的人，咱平常还是代步会比较多一点。我觉得这台车在城市里面完全就够了呀，干嘛非要一个那么大排量的，是吧？你也感受了一段时间了，你觉得坐我的车舒服吧？嗯，挺舒服的。哎呀，姐也是老司机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之前问过他们，我这台车有空气悬架，所以你在过一些像是修路的地方啊，不太好的路啊，也觉得还挺舒服的。而且有的时候我其实也难免装东西嘛，后面然后把它调下来之后搬东西啊也方便。女生来说的话，这个确实还挺实用的一个配置。你要让我真挑这个车的毛病，我挑不出来多少，毕竟是我买的车，自己喜欢才买的，我不喜欢我买它干嘛呢？这个就纯看个人了。哎，这到饭点了，前面我请你吃个饭吧。不用，辛苦一天了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应该的，没事儿。你在前面吃一口吧，啊，咱可以聊点别的。哎呦，静静，你这一天马丁车主感觉怎么样啊？我都快演不下去了，终于演完了。这期节目呢，纯属就是我们对于马丁车主的一个想象，一个杜撰。如果真的冒犯到了马丁车主，请您见谅。好了，这就是这一期的车主初见了。我是静静，我们下节目再见吧，拜。走吧，吃饭去吧，吃点好的。